村，我知影咱集团哦，拢有配合好的设计师。啊，不过即届美丽家园甲咱之前开发的豪宅无啥共款呢。啊，即届的客群哦是设定伫四十几岁小家庭，所以我想讲，敢会当给阮翁一个机会。小孙即马讲伊遮个团队拢甲咱合作足济届啊。而且美丽家园伫要开卖啊，若是要找新的设计师。怪磨合，大家 Kiki 扣脸了，会就这时间。是啊，而且黄玉生是你的红婿，公司的人拢知影。我今仔大家认为哦，伊是靠关系控占地脉的。我今仔去人讲伊阿话，无好。哎呀，恁讲的哦，我拢有想过啊。啊，不过我是真正就了解阮翁的，伊是真正就有才华的，只是欠一个好的机会。且那是因为是阮翁着去用百度在挖，安尼对伊来讲真正就无公平。拜托恁啊，敢会当予阮翁一个机会试看卖？是啦，好熟悉的人来做，可能会较用心，也会较好沟通。啊，不过会安怎甲进前的设计师讲？哇，我收到啊！咱会当用比较的方式，安尼较公平，嘛唔惊别人会讲闲话啊。哦，这个建议真好呢，安尼我翁就会当参加比较啊。那呢，就麻烦你通知恁翁准备来比较。我是感觉怪怪呢，啊，不过选择设计安尼款款，无伫个叶宝宝顶决定就好了。安尼就好诶，有我即马就甲讲，叫伊爱提出200分的实力，好咱小翠美丽家园，四个人高高赞。那安尼我会好好期待哦。小翠，多谢你大力支持，我即个有较这机会会当比较。你应该多谢你的水无，这个要求是提出的，一开始大家拢有顾虑，尤其是冬雨还跟我美颜，因为诺维云伫个公司会歹做人。所以后来美颜家也提出比较的这个方法，你好好设计哦，袂当让维云无面子。我知我知，即个真正多谢春芳四叶草鼎力相助。我安尼啦，可能当时有闲哦，来阮家食当食饭，送我来我请。哎，袂诶，起码我乃避嫌，啊，若无乃是有人讲贿赂，阮四个又要出代志啊。啊，不过即马我已经开始后悔啊。因为伫个比稿结果出来之前，我拢食袂着黄爸爸的私房菜啊。歹势啊，你就给我拎来啊。啊，等咧比稿结束，我有机会下趟替盛发服务的时阵哦，我逐工请恁食，食饱。真有信心吗？嗯，有几分实力说几分话啊。我有在我今年设计作品啊，帮你看卖啊，我的程度伫倒位。免啊。啊，设计工程哦是客户部的代志，你的窗口是林美妍，以后有啥物代志哦，你都甲伊讨论就好。美妍，安怎？敢有啥物问题啊？无，诶，啊，你若无甲我讲，我要甲美妍对接。有你讲，伊就会退出啊。我是怕是无可能退啊，啊，不过我得爱有输的心理准备啊。啊，唔是啊，这竞争就无公平啊！啊，看到迄个鱼干女哦，我的美学细胞就死一半呐，是不啦竞争啊？你连目镜都无挂，无啦，我就是惊我伤爽哦，予人哦目睭无爽快，啊为着要予大家赏心悦目，我就做一点点啊打扮。哎呦喂，云，伊讲伊安尼是一点点啊打扮，哪呢？我是在笑我啰嗦。李美妍，你倒是讲哦，那个人到底是啥？对，是咪那个人？你有啥物秘密无甲我讲？伊一定是有查甫人啊啦！
就算伊即马有嘴就安尼，啊，不过伊这小小的打扮已经出卖伊家己啊。李美妍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小丽脱胎换骨？李美妍，无啦，你两个要伫遐大惊小怪。哦，黄大设计师，我唔知道你有来，太神。哦，无啦，你形容变个遐尼耀眼，我差一点仔认不出来。黄大设计师就爱空中球的呢，你无搞起嫌哦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别，以后比较的代志，格外麻烦你啊，请你多多指教。黄大设计师，我就期待看到你的作品。以后我是你的对接窗口，有啥物问题，直接跟我讲就行啊。小窗微雨，来就去回一下，我有代志要跟你讨论。老公，无你先等起啊，我去开会啊哈。较早我熬夜赶稿，你拢会伫咧边啊替我加油，替我出意见。迄个时阵哦，你就是我的缪斯女神。啊，结果即马美人鱼变作是死鱼，安怎变都变袂过。人讲哦，鱼干女拢会进步，啊，你就安尼互家己堕落了。我的答案永远是唔对的，安尼你对我永远就别感觉无聊。我这是找灵感，无伤大雅。白兔，你到底是什么款的查甫人？遐尼啊紧着已读，小白兔，你敢不是在等我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。啊，你等我，刚是什么代志啊？同款的问题，你先回答我。我想要更加了解你。你讲查甫人介意捉摸不定，介意惊喜。你了解我以后，你就会离开我。妹，你是幽暗又神秘的森林，探索不完。我无你讲的这么好。你咧讲反话，你真有魅力呢。你想要爱查甫人哦，无你得袂到，我就确定。那你唔惊甲别人比较？我是命中注定爱胜出迄个人，那无咱不可能遐尔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敢毋是？虽然讲你不讲话，啊，不过我会当感受到你同意我讲的话，对不？敢明答应我，我更加了解你。咱见面，敢真正会用的？飞鸟看到我，敢会幻灭？咱见面吧。
家再有你即时听我迄十秒啊！我成功渡过难关。之前看饭业务无遐的人哦，即马一个一个买旅游的，搁转来找我合作啊！这边我当公司品主全部拢赢转来。我收到啊！来，这样，是我准备好的借条。我按算用三年的时间，将十亿来还给了。你只要请你加拿大的闺蜜哦，将名签起了，这张都法律效力啊。这个重要文件，顶官奈无用我的名。那是我给你加入代理人的管辖权。我刚刚想要跟你签的是结婚证书。李王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不知道你安怎想的啦。我哪敢安怎想？你唔敢想啥？敢讲你无希望？阮姐呢？还佮恁冠杰有好的结果？哎，你讲姐呢？佮冠杰？对啊，可是讲伊两个人若是当做伙，咱就当伫伊个结婚证书顶冠签字，做伊个证婚人啊。哦，原来你是讲要签伊个结婚证书哦？对啊。你是老百姓啥？确实，冠杰甲建林两个人是真适合做伙的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冠杰心肝内都无阮建林，伊去介意着一个无适合伊的查某囡仔。有啦，我有听说话在讲，冠杰今麦熟识这个女朋友，敢那是进前一个教务员的查某囡仔陈小春嘛？你敢讲这尼啊无要无紧？你真正希望冠杰娶一个无身份地位的人入门哦？当我本家的事业吧，是对我双手拍拼开始的。会当发展到今日这个局面啊，当中的辛苦只有我上了解。搁再传给冠杰，我一定是希望讲，这本家的事业会当搁较大，搁轻盈才会用的。而且陈小春无身份、无地位，伊也想要跟冠杰做伙。想要做我饭窑母的新妇，要严格探红杯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答应的啦。你若知影陈小春是你结拜兄弟陈进辉的查某囝，跟你同款有盛发集团10%的股份，你连随叫冠杰给咱带你门的啦。是讲大嫂啊，你嘛免烦恼啦。我女讲冠杰只是一时趣味尔，伊袂认真的啦。我嘛是安尼感觉。假使讲咱两家人变作亲家，亲上加亲，那呢对咱两家事业有真大的帮助呢。你若想要感谢我跟你斗相共，刷落来就看你的诚意啊。那你的意思我了解，啊，我心目中新妇嘛当然只有这尼一个人，啊，只是。你大嫂，你嘛知影讲，我甲大兄会当讲，才是拄啊切得清楚呢。等我公司打成立，脚步才拄啊徛在。你是惊予人讲，咱两个变作亲家，迄是因为你离开盛发了后，无法度家己创业。大嫂，你可是厉害，甲你点一个，你就清楚啊呢。这你放心啦，盛发集团到尾啊，一定是予 Andy 阿哥 Jenny 继承，不管安怎分。我给你保证，你跟冠杰绝对是最大赢家。但是我更加袂当让Jenny这个名带金库的新妇走去呢。是我，你放心啦，因的婚书我来处理，我一定会让冠杰知影讲，谁才是上适合伊的好看酒。那呢，我就先跟你说多谢哦。